对，然后妈妈游出去了。刚小海龟去找妈妈，爸爸还在那边玩耍，所以小海龟回来叫他说：“妈，叫你走了啦！”有没有？你看他们不见了，回家吃晚餐吧，有没有？不见了。回家，因为再不然妈妈就，你看爸爸没有在那边逗留啊，爸爸在那边逗留很久，小海龟来接爸爸回去。哦，爸爸还在那边玩耍，他在这里还没游出去，还在那边。旁边有没有小海龟？他们还在这里，爸爸还在依依不舍。家妈妈要冲上来了。结果弟弟跟爸爸在玩，然后后来姐姐来接他了。姐姐，没有姐姐来换气，姐姐搞错方向了。你爸在这里 ，Hello， 去哪？渔船回来了，这是渔船吗？算竹筏，也是算渔船的。爸爸还在这里。爸爸来换气，哎呀，爸爸来吐水嘞！妈妈不知道游去哪了。小海龟要游出去了，爸爸还在这，好可爱哦！爸爸玩够了，他游出去了。发射很长了，有点就看到换气，平均大概7分钟换气。啊，游走了，拜拜，小海龟。它回大海了，好幸运哦！现在在那么浅的地方就看到它，小 baby 海龟。他妈妈不知道在哪，他小小一只而已，小 baby， 里面在凑热闹。哇，这是钓到鱼嘞！这是什么鱼？海鱼吗？哇，钓到鱼嘞！哇，他嘴巴好大哦，他有牙齿哎。很漂亮哎、欸！对啊，这是很高清的石斑。哦，这是石斑哦。东兴石斑。很美。你要不要拿？我帮你拍照。好，我现在在录影。录影是不是？我现在录影啊，上面那个白白的按下去就可以了。上面有一个。对，这个是这个，按下去就拍照。有，明天。它的嘴巴。好 ，OK， 它的嘴巴，嘴巴很大，嘴巴超大，哦，超大的，好多牙齿哦。OK，OK，、哦 okay, okay, 啊、好，好，来，这样有了嘛？对，它有，对啊，按下去就有，有了哦，石斑哦，很漂亮的石斑鱼 ，OK， 好，看那只狗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都没发现主人不见了，你看。这是小狗，它明明之前跟我一样很不喜欢海边，现在可能常来了，就赶在那边走来走去了。你去哪里？啊，走！哇，脚脏兮兮，回家要洗了，回家要洗蓬蓬。这水打上来的地方，地板有些其实蛮滑的，它都不滑。呵呵，没穿鞋子。这里，哎，圆，去哪里？这狗不知道去哪里啊？对了，不知道了，它去尿尿。现在敢走那么旁边？哪里啊？
走。钓到一个东石石斑小只的，哎、欸，东兴石斑还是什么石斑忘记了。这边有几只大的，就是他们很会偷吃的。抓到一个跑进那个洞里面拉不出来。哦，就在这里啊、哦。对。哦。所以我第一次来小琉球，从那有船在这边搁浅的地方。我们在渔夫渔港，不是位渔港那边。看远方，台湾。台湾天开始有点黑黑了，今天天空算清了啦。钓到一只鱼了，有一只，那只鱼很大只哎、欸，你有看它在吃吗？很大只的鱼，哦，很大只，它在吃，你有看到吗？所以他们应该是一口一口这样把它吃完的。这个就没用了。可是从洞里面出来那鱼，这鱼很大哎、欸，在楼梯下的那只鱼，哦，那这次出来这只很大。是我在手机看很大，还是它很大？算大吗？因为我在手机上看的，中型，中型，对，因为手机放大觉得很大。右边线就被拉到另外，钓到一只鱼，哎、欸，鳗鱼，哎、欸，是鳗啊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对啊，这是鳗呢、欸。在哪里？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他等一下跑走了，他在那里。好黑。小刺的，他会咬人哦。然后就看他换方向。呜、嗯，他等一下跑来咬我。他会咬人哦。他看起来就很凶的样子。我们都知道海的方向。对啊，这很厉害，他怎样都会朝海的方向。这是小只的，小只的，我们让它回归大海，让它继续长大。回去，回家，回家。你走错方向了。搞不清楚海在哪呢？往前，往前，你要自由了。快点，快一点点。你要自由了。我们不用手先好牙齿，怕会被咬，所以我们只要辅助。没有，让它凭自己的力量。不要再装死了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快点，跳下去。你只差一步。跳下去。你只差一步。对。用力。哦，回归大海。不要太贪心，又被吊起来了。